全面面膜真的很重要，我连续使用了一个礼拜之后，我的皮肤真的差很多啊！难怪他们的面膜都卖得这么好。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我现在皮肤的状况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用这个云朵净肤面膜来帮肌肤做一个深层清洁。当你在敷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痒痒的，这个时候就是碳水泡泡呢，它在吸附你毛孔里面的脏污。当然还有水果素跟酸水湿湿，敷完之后啊，你也不会觉得皮肤干干的，也可以让你的毛孔变小，它可以达到一个驱黑净白的效果。你看敷完之后，皮肤是不是变得明亮很多，而且毛孔真的会变小。你知道堵塞毛孔真的很讨厌，而且清洁完的皮肤啊，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。定期的深层清洁真的很重要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敷这个24K 金黄金修复面膜。因为我的皮肤其实蛮敏感的，所以每次在换季的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的干燥，泛红也会特别的明显。而且它敷起啊，冰冰凉凉的，非常舒服，真的会马上让你感觉到皮肤得到镇定的感觉，全脸呢都给厚厚的敷，真的很有感觉。你看效果是不是超好的？你看我现在这个 Q 弹的感觉，因为它敷完之后真的让我的皮肤改善很多，肤色现在看起来就非常均匀，而且很明亮。今天呢已经是第七天了，你们看我现在的皮肤状况是不是已经稳定很多了？那今天呢，我主要是希望我等一下上妆的时候，我的妆容可以更服帖，所以我今天就要用这两个面膜来分区敷。这区这部分呢，敷上这个云朵泡泡面膜，脸颊比较需要保湿，所以我觉得敷上这个黄金面膜，它有24K 金黄金微分子跟琥珀萃取，可以帮我的肌肤延迟老化，它可以增强我肌肤的抵抗力。它有意大利的白松露跟橘子萃取，敷完之后呢，让肌肤达到保湿跟亮白的效果。来，你们看我现在皮肤是不是看起来超好的，毛孔变得很细致，超 Q 弹的，看起来气色也变好很多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先看一下我现在皮肤的状况，毛孔变得很细致，连泛红啊也都很明显的改善很多哦。全面面膜真的很重要，我连续使用了一个礼拜之后，我的皮肤真的差很多。我们来测一下敷完之后皮肤的保湿度到底有没有增加。你们没有看错，你看我的水分现在有60，我的油分的话是19，非常好的指标哎。你可能平常擦保养品的时候就不见得会有这么高的水分哦，所以平常的保养真的要做好，整个上妆就会变得很顺利很轻松。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像我这样子敷面膜，你的肤质真的会变好。